我希望段宜康，你把七棍球吞了再说。哦，今天，司法院公认的，哦，抹黑造假之王魏明谷段宜康已经判决确定，给林昌明一个迟来的正义。我想大家都知道哈，君子哈报仇四年不晚，终于还了清白。我希望先把这三个七分球吞下去再讲哈。